不对？其实你可以再远一点，看到没有？哦，距离拉长用，你比赛的时候速度自然战就加快。好，来开始来。哦，你的后脚冲不够前面，后脚再往超过你的前脚，后脚冲超过你的前脚，那再踢。哦，你这只是接脚而已，距离还不够长。哦，可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跑步，你的后脚跑过前膝右，左膝直接踢。哎，丢，直接冲，冲，就直接跑步一样冲出来就直接踢，右脚冲就直接踢，没有，你用你的左脚踢，用你的前脚踢。好嘞，右脚冲，好，那你们。哦，你因为你的脚这样距离就很短，你懂意思吗？哦，懂吗？好，试试看来。哎，对，你还可以再往，因为你脚抬得不够高，懂吗？好，继续来。好，看到没有，距离是变很长。哦，所以你的后脚可以再往前冲，距离会更长。对哦。哎，你跳舞。